我们今天的主席，我们陈主任，还有我们今天的贵宾，我们的庄荣誉团长，还有我们的一些顾问，还有我们地区顾问团，副团长所率领的团队，还有我们我知道陈副团长所率领的谢氏顾问的团队，还有我们这个新兴妇女协会，荣誉理事长方理事长，还有我们陈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卢议员。好，李玉座，还有我们的副分局长，还有我们的肖律师，施律师，好，抱歉，还有我们的家长区长，大家早上，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是台南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宋志强上校，那我简单自我介绍，我家里住竹北，上一个职务，是在基隆市后备指挥部的指挥官。那么很荣幸能够奉调到台南市指挥部跟大家一起共事，志强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我要今天恭喜今天获奖的这个陈志宏督导，赖云洲督导，还有我们周福龙组长，张顺斌组长，还有我们黄志伟辅导员、黄旭仁辅导员获颁这个四大工作机构人员的奖项。那我想你们的努力也通过了这个中心里面的考核，也获得上级的肯定，才有如此的殊荣。那么希望大家耳后也能够继续秉持着这种忠爱精神，给我们后进做个好榜样，好吧？那么刚刚听到两位督导的这个建议，那么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因为代表你们重视，代表你们很投入组织里面的各项工作，才会提出这些的建议，我认为这是很好的那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要签切结等等因为历年来我们在组织遴选里面有太多这个辅导干部遴选的争议所以我们光部后备指挥部特别把这个切结的部分把它加进去，那是不是有法律允许？我想应该是没有但是这是我们这个遴选的作业规定里面。但是您的建议我认为很好，在现在我们人员比较缺乏的状况之下我们之前这个联络官设置规定一乡镇一个联络官后来人员精简，一个人接两个联络官，现在我们只剩下三个人，一个人要接十几个乡镇。大家可想而知，我们的联络官他除了要跑乡镇之外，他并负有这个会计的责任他要处理那么多乡镇的这个经费解保审认等等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您的建议我们也会纳入，跟上级反映，看是不是有些东西能够简化，一方面减少中心的这个麻烦，然后另外也减轻我们这个联络官的负担这个我会向上去，谢谢你。那么另外刚刚提到这个组织里面遴选的这个，那我想我们先把权责区分搞清楚人员的遴选、人员的派系都是中心都是中心来派遣，所以我们在遴选这个干训班选员的部分，大家一定要讲白话一点，你不能心软，不能只因为人情把人家抓把他抓进来，但是进来之后又不参与活动，对不对？那也不是很奇怪。那我们如何要留优汰劣？今天我宋志强如果地区的会我都不去，那他会要我这个指挥官吗应该不会了所以人员的遴选，我希望大家能够发挥精神，一定要好好的审查。我讲说审查就是人员的考核一年就四次会议，对，你说四次都不来，那这个人就把他剔除掉，让他回去交保。我讲白一点就是如此这样你才会有新进的心血真正一定要有这个优劣之分奖惩这个奖励惩罚一定要分明。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里面才会更相信、更团结。那么老主任也会继续留在组织里面，那我也期许我们新的徐主任能够这个发挥我们忠爱精神，指挥部会跟他站在一起。过去我可能来不及参与，但是这个未来我会积极的跟我们府城区的
包含安平区的所有的干部一起努力。那今天我也非常感动啊，因为最近参加的几个汇报都是熟面孔哦，就代表大家非常的团结哦，这一点让志强非常倍感欣慰。那么因为待会还有主任交接，那我这边也没有说的不敢讲指导了哈，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尽量反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会一定会尽力来协助来处理。那么预祝今天的汇报以及主任交接能够顺利成功。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